王小姐，教我们怎么包。我们要不要自己来？这样子哦，嘿，先拿一坨，哎，压边，这样子，好，然后呢？哎哎哎哎哎，我们跟牙饼了，这样子，手要不要洗？洗了，我已经洗到手都破皮了。这样，然后呢？啊，来放在这里，要剪。 哦，一格一格啦，来啦，要剪啦，谁剪的？我这个不能沾到油呢。对呀，好好好，这样吗？好，可以的，给我，好，我负责剪啦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就剪那个小块小块啦。小块，好了。那你要我多久哦？这样子一天大概要多做多少颗？哎，一天都300颗有。都是手工哎。都是手工啊，你这样把那个等一下吹起来那个线跟那个皮都分开了。哦，分开，可以了，可以。 红豆，哦，红豆，哦，甜的，红豆好吃嘞，红豆，来，我也红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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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够不够？够够，再多一点。哦，所以是人都不用留味道了，馅多好吃，哎，你不怕人家吃哦？对，我都包馅很多哎，就分开多，太多了。其实这个哦，包红豆就是一定要馅多，它不怕人家吃。红豆自己要。哦哦哦，对，红豆还要做记号。对啊，不然你等一下蔡伯璧跟来做记号，要记到。 才知道这个是红豆，那个那你刚才红豆在哪里？这个啦，对啊，你才不出来啊。这个啦，这个啦，还没放叶子的啦。来，这个可以放。红豆，来，红豆，来，大哥麻烦一下，红豆，你是这颗已经做了8分钟了吧？没有，帅哥，那是红豆味道，红豆，红豆，那个是萝卜丝啦。这萝卜丝，你那个是甜甜甜甜，这个是甜，哎，不一样，它叫什么名字？ 高阳，对对对对，你要改名的啦，五羊谁知道？你讲武松人家还知道，对不对？武松立在某，先搞完。武松打虎啊。对啊，武松打虎，五羊啊，一个五羊，高阳，拍谁拍谁，拍谁拍。给他改姓了。对的，没有改姓，你给他改名而已。改名可以。对嘛？我包三个，你们那个还没包好。真的啊？对啊，我今天两个包被抓到。嗯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我很喜欢。 阿秀姐，阿妈，九十岁了啦，你九十岁哦？对啊，你咋知道会哦？阿妈九十岁，你九十岁哦？对啊，你真正你比阮足侪足侪人头毛搁较侪呢，你搁会包哦？哎呦，你搁会晓包哦？我是哪会包哦？真的？哎，你够快，阿妈会做？包的很快，包的很快，哦，你家己的哦？没啦，给他一个赞。 OK，来，好，你站过去，我站过去哦。对，你站过去。放下去。哎呦，是这样子吗？对。啊，对。OK，小心。哦。这样子吗？啊，对，下去。OK， 我真的误会了，我以为炒阿龟是用炒的，但是用蒸的。有啊，刚才炒的。他是用蒸的。没有，内馅刚才用炒的。哦，内馅是用炒的，外面是用蒸的。啊，20分钟就好了。20分钟。哦，出来要出来出来。哦，我的手哦。好，出来出来，还好吧？我来出来出来。出去出去出去，我烫。来来来，秀姐，你先走，你先走。没有，我们先走开。啊，放在那边，放在上面。抬高抬高抬高。小心哦，小心，小心。13.3 这我们猜到，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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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有趣哦，它外皮很香，是，但是内馅也很重要。以前的捕捉好累哦，没有机器。黑贵先来干不干？黑叫 A 贵啦，啊 ，A 贵 ，A 贵。阿妈是不是 A 贵 ？A 贵 ，A 贵，看在有手对不？有了，有暖，有暖了。现在还好有机会，微啊，它的香有微，有微。阿秀姐，请问
他叫什么名字？高五羊。高五羊。我告诉你，前面我说他是谁？我说他是，他说高羊。高羊，小高羊的。高羊，他已经把他看成猎物了。对，高羊。他斗志孔在朱奇麟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位，丁丁，丁丁，哎，丁丁，帅不帅？帅哥，我喜欢这个大小，我喜欢这个大小。哎，好，这个大小，你饿吗？这个大小，你那个是我包的最大的那一颗，那个他包的。这个，羊蛋最大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熟。那红豆哦，好，那红豆，哇，跟你想象的一不一样？一样，跟你想象一样。嗯，好可爱，可爱。它里面是放什么？那个是甜的，先吃咸的。你是吃咸的，真的好吃，好吃。这个怎么吃？我喜欢里面有一点胡椒香味。嗯，对呀。对不对？对呀，它有下午姜。谢谢，来 ，give me five 啦。你你呀，他动作，他差一点就拿悠悠卡起来逼了。我逼，炒的真好吃，超好吃的。你知道，真的，如果大家有看那过程，就知道我炒的有多尽心尽力，眼泪一直流。我叫他手不能停，不能停，我真的没停，停就烧焦了，烧焦了。哎，你炒的现在好吃哎。谢谢。我们这个不是用瓦斯炉呢，这个应该是我人生中吃过最好吃的炒阿贵了，有更好吃的。我刚刚在房间里面去了解这个外皮，对不对？是。至少都会进来了多少次去问他？对。伟明哥可不可以停一下？不行，继续打。对，是打不停的。当然了，问好几次不能停。我还跟我公司的人讲，我说来这节目，他说包括你房间轻松的很，舒服。被骗了。谁跟你讲这句话？他又把你骗来了。公司啊。就我来这边，嘿嘿，真的很轻松哦。哎，我说实在的，不这么讲，我们也很难得把你请来。对，真的不是，因为也很久没有出外景。对对对对，真的，难得。自从来电五十之后，那大概是上个世纪的事。就你当初参加过你的节目啊？哎，小心啊！不要呛到哎！他刚刚就他就是那个时候站在那边准备等人家后面有没有拍手？没有哎，这个是不是他？是不是他这样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你那时候是不是跟伍佰同一集？伍佰有去过，他本名叫伍俊霖。嗯，他说还有，说谁？还有谁？还有吴宗宪。对，宪哥，嗯，碰哥也去过吧？哎，也都来过，很多很多很多，你想象得到很多都来过。嗯。你们也可以吃个红豆，可以，红豆馅很香。我对甜的实在是。我跟你讲，那馅豆，红豆是我自己煮的。我包，我包的都是比较圆圆圆的。圆圆的，我看都是有这样揉一下。它都有揉。像这几个都是我包的。嗯，好，我都知道。嗯，那是红豆，红豆。红豆好。所以画下来的都是我的姜。哎。哇。这个红豆很香哎。这个我很可以，这我很可以，我也好吃哎。这个超阿贵，我非常可以。可以。红豆。红豆就三，反正有一些包子上里面放这个红豆的馅。这个谁啊？这个谁啊？这个导演都可以手都可以伸进来，这个真是。我跟你讲，那就是我们讲太厉害了。对，就像那个台湾猕猴啊。因为呢。他看我们在那边吃，他心里一定觉得，嗯，有这么好吃吗？好不好吃？好的，是不是？真的好吃，哇，真的好吃，哇！我又学到一个新技能，那一个技能？嗯，拔草啊，贵，拔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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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跟你讲，你们只看到这个东西，你出去野外，你绝对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。是哦，对，嗯，但是呢，相对的，我们只会拔草，拔草以后。就我们也不知道怎么，不要靠你们。其实经过这一次，对对对，这个节目的洗礼，嗯，我们阿秀姐的教导，嗯，我们都可以去摆摊了。对对对，真的，做完。因为我把功夫全部交给他了。对对对，他炒的特别好吃，特别香。哎，今天秀姐一直在称赞我，你们有没有拍到？有。你们知道他是我的铁粉，你们知道吗？那你会不会劈腿？不会。朱丽姐，朱丽姐，来，既然秀姐是我们的铁粉，对，一定要大家来一次。对，除我们开场，一到今天都要跑跑跑，都在跑，在电视上的人哦，就是要一起，你们要站起来。很简单，我先分解动作。好，分解，右脚先，右脚先，好，跑跑跑，向前跑，啊 ，one two three four， 跑跑跑，向前跑，哎，不错，然后经过小脚和大脚。经过小桥，大道，啊，
哎，哦哦，这样往这边跑两下，再往这跑两下。好，我们从头喽，从头，从头，正式来 ，1、2、3、4，跑跑跑，向前跑，经过这条街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你这样子跟叫的跟不一样？不一样，怎样嘛？你为什么叫的都不一样啊？不是啊，上好吃，太好吃了，这个变革啊，多少奖金？跑跑跑，你要向前，向前，向前，跟着他，经过这条街，跑跑跑，最后一次好不好？祝最后跑跑跑，向前跑，经过这条街。你没劈腿，没办法劈啊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对对对，这是小姐了，都来回来，好不好？啊，你们那个要，谢谢，这个带走啊，要搬，真的，来包到，来，来包到，包到，拜拜，小姐，谢谢，小姐，谢谢，拜拜。不会再给你，他不见了，等一下回头这个不见了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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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哇，他已经上去了，高大哥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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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好高哦！高大哥，可以吗？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太高了吧！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小心小心小心！很好很好很好！哇，你这个要拉起来，腿软。好，啊，这再把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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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抬起来。哇，腿软，不会高哦。高哥，这是你第一次这样吗？第一次，我因为我有巨高，你有巨高，我现在还劈腿的姿势，你要多少钱？我连做这个节目都要劈腿。包总先出家，包总先出家，包总先出家，包总那么大，带壳子，好像在嚼饼干一样。那哎，为什么我们感觉像吃虾？你好像在吃昆虫啊？你是那种呱呱呱。绿叶哦 ，green leaves 哦，这边还有小小的朵花。哦，不要吃叶啊，我吃花了。Everybody was kung fu fighting，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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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加入，快加入！请问今晚助学家 YouTube 会员一起支持我们哦！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都市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赶快订阅！请问今晚助学家频道，记得开启小铃铛哦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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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